大家好，我是镜子，和粉丝约定的恐龙来啦。今天我们先做一只霸王龙。准备好以下工具和颜色：红色捏出头部的形状，切刀压出嘴巴的锯齿状，加上眼睛，鼻子，接下来搓出身体的形状，橙色做出它的肚皮，加上四肢。霸王龙的上肢是很小的，加上爪子的细节，我用的黄色加上背部的花纹。其实恐龙的颜色都可以自由搭配，自己觉得好看就行了。霸王龙做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呀？快和小朋友一起动手做起来吧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，请点赞加关注吧。